tight knit in which this stitch is woven, so don't take offense, but it's only for the chosen. So if you've been sleeping on the 313, well, we've been wide awake. And in case you underestimate the purpose and the power of a piston, we press and eject energy out our competition. We hustle different. D-up.好扯，这鳗鱼。巨型握寿司比我的拳头还大。这个吃馒头的吃法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一口没有办法咬完，不要吃。好强啊！你吃的太干净了啦。对呀、啊。打包在这里。有加番茄哦、喔，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犯他什么罪？死罪。它是炒的蛮香的。有过气，有过气，有过气，过气就翻脸。你是泰国人哦，你都听懂了。Johnny Walker Blue Label 选自失传酒厂，蕴含38年珍酿，绝世风味，深藏不露，待人寻味。欢迎再回到这场篮网出战湖人，双方赛季的第二次交手。这个是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呢 ，LeBron 传给了 AD， 被选出了这场比赛的最佳好球。我说第一球的 play 就是让 LeBron 跟 AD 完成单手暴扣的 alley-oop 配合。今天 AD 到目前为止上场22分钟，8分2篮板，带有4助攻1超截。果然暂停回来之后呢，大胡子 Harden 重新回到场上，哦，差点点超到，LeBron 没有超到的情况下 ，James Johnson 这边形成了一个完全空档。在 LeBron 没有超到截成功的情况下，反而让 Johnson 完成了这次 wide open 的三分帮助球队落后，现在已经缩小到个位数。我在投进这个球之前，今天篮网队的三分球命中率其实很低落。Westbrook。在防守他则是 Harden， 左边的切入出手得分。Westbrook 目前为止拿下13分。7分15秒，96-85。Double team， 哇，这次被抄走了，前面 LeBron。有一个 showtime 的机会，这个机会他是绝对不会放过。大家很明显看到前一波的防守，湖人队的防守策略就是针对 James Harden。哇，又抄到了，这次来一个精武门扣篮。哇，这是在练热身的时候吧？也使得现在篮网队必须要喊出暂停了。哇，连续两波。都被 LeBron James 抄到球之后的双手灌篮 ，back to back， 100-85。其实比较轻松。你是不是有点喘？有一点。UBA 第四阶段在台艺大火热开打，新球场闭馆无法前往没有关系，绝杀小组让球员带你一探究竟。珍珠很好吃啊，然后因为我喜欢喝甜的。